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是请咱各一届三个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我真感谢你，就是我伫这个时有当三个聚集来到你的面前，直接来敬拜阿罗哩。这时我也要通过这圣经来了解，甲得到你予我的启示。恳求你一时圣神教阮三甲之地，予听甲讲的人边边得到你的祝福。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我记得伫我真细汉的时阵，我坐伫台下听阮爸爸伫讲道的时阵，伊伫讲道的时阵，常常讲即马是工业社会。这时阵大家差不多知影是差不多40年前，但过现在毋是工业社会尔尔，现在是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后现代社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讲咱人对伫迄个权力较集中的中心，也是迄个权威，开始会去甲伊怀疑，开始会去甲挑战。有一天，我的囡仔内底有一个上细汉迄个。差不多在2个月前，伊即马是国中二年，伊甲我问一个问题。伊问我问题时阵，伊先甲我问讲：“爸爸，我问你的时阵，你会生气无？”我讲：“你要问啥物货？”伊讲：“我下摆若无去做礼拜吼，会去上帝罚无？”毋知影咱心内听到这个问题时阵，咱的答案是啥物？迄当阵，我拄好伫开车，我着真直接着甲伊讲做礼拜是咱生活中的一部分。咱基督徒的生活中有一部分就是做礼拜。做礼拜毋是干那伫咧礼拜时阵，伫咧家庭的礼拜，也是伫咧家己属于家己团体迄个小组的礼拜的时阵，迄个礼拜拢是咱生活中的一部分。当我甲伊讲完的时阵，伊迄当阵咧开车，无办法想真济甲伊讲。我才想到，是安怎我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就想起，伫个我细汉的时阵，我甲阮爸爸若去别个所在，伊拢会先带我去找迄个所在教会。当我考到大学的时阵，我还未去到迄个东海大学的时阵，已经甲遐附近的牧师讲好，讲阮囝要去遐做礼拜。当然，这个习惯。传到我的身躯，所以当我的大查某囝要去台北读册的时阵，我第一项代志嘛是甲一览表摕出来，甲现看倒位离因学校上近。我发现着讲，圣经伫甲咱讲爱甲上帝话放伫个咱的头壳顶、头下顶头。这是犹太人因爱去教因的囝子的，就是将上帝话放伫因的身头壳顶。互因无袂记咧上帝话，所以这个传统，我感觉若是有安尼，对细汉培养起来时阵，对伫咱的信仰生活真重要，也是真好。所以我嘛要阁问大家，毋知影讲咱，也是咱的囝儿，当因搬到一个新的所在时阵，是毋是会关心因有去找到教会无？当我去思考今仔这段圣经节的时阵，然后我想到讲，十几年前，我伫我人生中拄到一件我感觉无可能发生的代志，就是差不多伫18年前，也就1997年左右，我为洛杉矶开车去到四谷，因为人甲我讲遐较有通找头路，所以我一去到四谷了，我就开始去租厝。当我去租到厝了后，我就开始找教会。当我咧找教会的时阵，我同款咧思考。是要找我离我的大所在较近，还是找离我公司附近较近？尾啊，我住在我公司的附近，看到两间教会，这两间教会拢真大间，所以我伫个一个礼拜日的时阵，我只有选择中的一间，我先对这间来去看，后礼拜再来去看后另外一间。当我入去第一间的时阵，我就甲上帝祈祷，我祈祷一代来内容。就是安尼，讲上帝，恳求你帮助我今仔来遮做礼拜的时阵，因迄个报告的时阵，
唔通甲我介绍，唔通徛起来大家看这个人叫什么名。啊，若是这个教会无甲我介绍，安尼我就要来这间做礼拜。当我咧做礼拜时阵，这个牧师，那个牧师讲，伊讲，咱这间教会有一个目标，真简单，就是要做伫整个四区内底上界亲切的教会，就是对人上亲切的一个教会。当伊讲到安尼时阵，我的心就开始紧张啊。讲啊，若是安尼时阵，对人种亲切，看来咪一定有一大堆人会来看到这个新来的人，底下甲伊握手，底下甲伊问讲啊，你叫什么名？安怎？上尾啊，过来甲你介绍。我若安尼，我就惨咯。结果这间上亲切的教会，煞伫迄个礼拜无甲我介绍着，我就足欢喜。安尼，我后摆要来这间做礼拜。所以这间教会呢，就只我来甲大家略啊介绍。这间教会是一个独立的教会，所以伊无受得任何教派。啊，毋过伊的做礼拜是用浸信会的方式，所以因的礼拜若洗礼顺序，规个人爱甲浸落去水底。啊，因的教会呢，有一个真大的主堂。因的教会主堂就像美国共款，迄拢起甲足大个，啊，也有副堂，啊，伊也有足侪教室，啊，伊的主堂内底。会使坐几个人，我唔知影。我知影因上侪人的记录，一届一千人伫内底做礼拜，所以因还佫有一个一停，会使停足侪台车的迄个停车场。同款，因的聚会嘛是两场。啊，因这礼拜程序内底也真简单，我超过我想象的简单。开始就是敬拜阿乐，啊，就一个敬拜阿乐的团，伫遐唱歌，带大家唱。啊，吟诗阿乐了，就牧师讲道。牧师讲道了，就圣餐。这个圣餐是逐礼拜拢爱圣餐，啊，囡仔也使食，啊，过来报告，啊，过来唱每遍的诗。诶，真奇怪，这个教会煞无奉献的这个听书。结果我尾也才发现，因的奉献是怎放在后壁奉献箱啊，啊，家己来就落来就好，啊，免讲伫中做礼拜的时阵来。特别这个教会，伊讲因真亲切，我嘛要了解讲到底这个教会的亲切是虾米款。所以我看到讲，因的小组，因有逐礼拜拢有家庭的礼拜，迄拢用小组伫礼拜。啊，也有女性的小组，啊有妈妈的小组，啊有一款叫做新手妈妈的小组。这新手妈妈特别是，佮有一寡若是还袂结婚就生囝的这款的，拢欢迎因来加入。啊有兄弟、青少年等等。当因若是要设立一个新的小组的时阵，因会使甲长老提计划，啊讲好了。大家就使公布，啊，伫遐大家来签，都来参加。这个教会内底，我看到是拢教会内底，总是我尾仔发现，因有一个小组写伫周报的角边啊，尔写足细，伊写讲这是一个套房的小组。讲哦，啊，教会内底阁有一个套房的小组，这是伫套房啥呢？我尾仔较注意，因为拄开始试的时阵，英语也无讲真好，到落尾才开始去查到一点，原来。因偷放是偷放到社会中，你若感觉你予酒精甲你控制，你若予毒药甲你控制的人，你会使来参加这个小组。当然，这个教会因为伊伫个迄四区，所以四区内底遐成员就真复杂，也有因本地来的，啊也有为外口为别个州刷入来四区做工课的人，啊也有真济外国的工程师，也是来遮摕头路的人，所以因的人愈来愈济。当然，伫迄个时阵。我伫遐生活中，慢慢甲因伫遐接触，慢慢伫遐学习。到1997年迄个时阵，其实是四区内底上高峰、最高峰的时阵。啊，为迄个开始，迄个时阵开始呢，四区直直咧落落来。啊，因为四区遐是商业化足强的，所真紧、真厉害的所在，所以因对迄个科技的市场的变化真过敏感。慢慢啊，人就开始伫遐煞，因为遐开始伫落啊，人开始伫遐迁煞。因为公司倒会倒，啊，逢失职的逢失职，啊，互人之前的逢之前，也是有个人干脆转去伊个国家，家己开始伫遐开发、开设伊个工厂，也是开设伊个公司。所以伫遐人渐渐伫遐咧减无。当人伫遐渐渐的减无、减少的时阵呢，无想到讲，我伫迄间教会两三年后，竟然听到一个我唔捌想象过的问题，差不多2000年的时阵。我到落尾英语听较有的时阵，我才知影讲，原来这间教会有贷款400万。啊，因为人愈来愈少，伊的奉献也愈来愈无够。
迄个贷款的公司是一个基督徒的公司。迄、那个基督徒的公司以后，这间教会延一两年啊，毋过到落尾无办法，所以因要求教会爱还钱。啊，要求教会爱还钱的时阵，教会阁无办法还钱，只有照美国的法律来伫遐行，就是爱甲这间教会拍袂掉。啊，毋过要拍袂进前，阁互遮内底的会友有一届的机会，恁会使决定要拍袂，还是要继续拍拼。当然，迄届。大家经过两礼拜、三礼拜讨论甲思考了后，都爱去投票。我甲我的太太嘛是真不得已，伫个迄天的暗时，爱伫遐出席，伫遐来投票。当然，一间教会要互拍卖，我毋捌听过，竟然有这落代志。我甲我的某，阮两个伫遐讨论，啊，即卖要安怎？所以阮两投票的时阵，一定先投，无爱拍卖。啊！大家各共同来拍拼，总是投票的结果是89%对11%，所以迄、那个投票迄、那个票爱收起来，交予加州的州政府，甲因讲，讲阮教会的会员决定要甲这间教会卖掉。相信讲伫个教会中，咱也是讲一个人换过教会，换过路径，这是真正常，也是咱常常拄到的代志。啊，毋过第一届听到讲爱甲教会卖掉，真正是毋知影要安怎。因为迄个时阵对阮来讲真无简单，去到美国啊，伫遐开始足侪年，安尼累积几落年，逐工伫遐累积，伫遐咧拍拼讲要安怎适应即个美国的生活，拍拼讲要安怎伫遐咧了解即个美国的生活，开始要伫遐过亲像一个会使适应伫遐的人的生活的时阵，特别。伫个参加教会所有的活动聚会以后，阮慢慢啊伫习惯美国的教会的生活的时阵，竟然来一个遮尼大的变化，实在是想袂到。所以阮就开始伫想，啊，我某就阁甲我问，啊，囡仔嘛问讲，啊，即马过来，咱要安怎？啊，教会若关起的时阵，袂去的时阵，咱要安怎？过来找一间吗？因为足无简单，伫遐过两三年、三四年，伫遐要适应啊，开始习惯。开始要活出迄个快乐的日子的时阵，啊，这个时阵要安怎？啊，若是为了小组，是要搁等遮个小组，啊是安怎？啊是讲怎经过来找另外一间教会？因为习惯这款的教会生活方式的时阵，要搁找另外一间，对一个去到遐啥物拢唔知的人，是真大的挑战。后来，我就听到教会决定，伊讲要伫个迄个时阵，先来做。所在做礼拜，啊，再慢慢啊，搁去找一个所在来做新的礼拜堂，来做新的聚会的所在。啊，对啊，就逐礼拜，因长老就爱这个长老的小组，因为因无执事，因干那长老，所以这个长老小组呢，就逐礼拜爱去找迄个会议中心，啊，阮就甲租迄个会议中心。啊，迄当阵教会的人数差不多剩无到200，所以阮就找一个遐尼大个 size 的迄个会议中心。啊，底下啊，搁包括有组织的教室。啊，主要教室包括有青少年，啊，佮有迄个育婴的部分。啊，尾啊呢，因为这个去做这个会议中心做礼拜时，都要设立一个新的小组，这个新的小组叫做搬厝小组。这搬厝小组呢，真趣味，就是阮爱甲所有做礼拜要用的物件，伫个礼拜日的礼拜六的暗时，对阮去租的迄个仓库内底，甲搬去阮租的一台大个卡车顶头。啊，这个小组都要负责去仓库，把这台卡车，物啊拢甲刷搬去哩卡车。啊，因为这个卡车真大台，内底物啊有三呢，除了椅啊无以外，台啊，我爱家己搬，音响爱家己搬，组织落的教材爱家己搬，所有的物啊拢爱家己搬，包括乐器，所有反正连风扇箱啊，包括伫个内底。所以，阮逐礼拜六的暗时，阮都爱去迄个仓库，把物啊搬啊车顶。啊，这个车顶的这个负责开车的这个长老呢，伊都要把伊迄台卡车开转去引导，啊，用目睭的方式呢，拄好引导的停车的场顶头迄个门的顶头拄掉，互人无当爬入去。啊，到第二天的透早，阮超7点外就要出门，每一个人为大个所在出门，啊，去到这礼拜看租伫倒一间饭店，啊，就大家拢走去遐去，啊，卡车嘛开啊，开始拢搬落来，啊，开始伫个会议场内底伫遐设。为工台开始设，
啊，开始设音响，开始设椅啊，开始设主日学教室教材。啊，因为因美国人那是，迄做起来就差不多像咱教会安尼，所有拢有啊，就是干那壳无尔。所以，逐礼拜礼拜就安尼搬起哩，啊，大家就开始搬了，开始测试音响，啊，开始伫遐信迄落敬拜俄罗斯的队都爱开始练歌，啊，像咱早起嘛是拢有人练歌，练煞时阵，大家来做礼拜，礼拜做煞时阵呢，过来，把这物啊拆拆落来，拆拆了，搁落登去车顶头，再搁把这台车开登去仓库，大家人搁开家己的车倒去仓库，搁把物啊搁搬落来，啊，再把物啊大家四散转去。阮伫个迄个时阵，逐礼拜安尼做，啊，毋过除了安尼以外，同款各家庭个小组嘛继续伫遐进行，团契嘛伫遐继续进行。然后新个消息要甲阮公布个时阵，就伫礼拜中甲小组个聚会中来甲阮通知，啊，包括后一礼拜要单独聚会，啊，有当啊，因为遐人有办活动个时阵，阮就租袂着所在，所以甚至有当到礼拜六个下昼啊，阮嘛也毋知影伫倒。只有等礼拜六暗时去到仓库的时阵，迄、那个长老才会甲阮讲，讲咱这礼拜会伫倒位，啊，阮就知影讲好，明仔载去要去倒位。啊，所以迄个时阵，啊，无像咱即马阁有即个 Google 的地图，所以若知影所在，暗时就阁转去查地图。迄个时阵，安尼慢慢啊伫遐搬，慢慢啊伫遐咧处理，一直到找到新的所在。无想到讲找到新的所在，都爱阁公听会，都爱阁社区同意了。啊，都还阁安全的设备检查，安尼舞差不多年外。受到迄段时间的时阵，我即马在回想的时阵，我真不安。一直到我即届看到这段圣经节的时阵，予我有一个新的体会，予我有一个新的感受。这段圣经节讲耶稣伫咧受难的进程，伊家己的门徒讲这段话。讲伊要离开这个门徒，要离开这个世间，要去爸上帝遐时阵，甲因讲的一段话。因知影门徒这时是心未安，因为对这个日子来，就对这个门徒，予耶稣调来做伊的学生以后，主伫咧这个世间，对众人伫遐认真做工，伫遐传扬上帝，伫遐显明上帝。伊只显明上帝，就好亲像《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八节来讲，讲未捌有人看见上帝，只有伫父心怀中迄个独生的子有当表明上帝。同款，门徒跟随耶稣，因也看到耶稣伫遐咧显现，伫遐显神迹。这个神迹就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耶稣照上帝意思所来做的代志，也就是讲上帝。通过耶稣的所行所做，来伫遐将伊家己显明出来。所以当人看到上帝所做显明的时阵，人就开始心内有迄个欢喜。就亲像八章五十六节记载讲，阿伯拉罕嘛是安尼。八章五十六节安尼讲，讲恁的主阿伯拉罕真欢喜，是要看见我的日子，因为伊看见就欢喜。所以门徒看到耶稣的时阵，因也开始欢喜，因也真快乐。亲像十四章六十到九十嘛是安尼讲，当耶稣甲伊遐学生讲，讲我就是路、真理、生命，若无对我，就无人通进君父。恁若已经捌我，就也捌我的父。打了后，恁捌伊，也捌看见伊。啊，腓力门徒学腓力，都甲耶稣讲啊，讲主。阮有看过你，也毋过你甲用笔互阮看，阁较到遐。腓力甲主讲，你若使甲上帝阁显明出来，阮会阁较到遐。啊，耶稣甲伊讲啥？耶稣讲，讲腓力，我甲你点遮尔久啊，你也毋捌我吗？你已经有看见我个，就是看到天父个啊。啊，你怎样讲？讲都爱阁。
用白给你看，台语讲用白给你看，就是讲显明上帝给你看。所以咱才看到讲，腓力伊愿望耶稣会使将上帝显明给伊看，予咱看的时阵，咱来再看到上帝显明，咱就真大的欢喜。当遮的门徒真无简单，跟对耶稣，遮行遐行，四界去看去学习的时阵，因伫遐慢慢了解主。因伫遐慢慢伫遐适应主，啊，过来伫遐通过主耶稣显明的上帝，会使看到上帝的作为。因的心内有真大的平安，因的心内有真大的喜乐，也有真大的安全感。无想到讲耶稣伫迄个时煞甲因讲，讲伊要离开，甲因讲伊要去上帝遐。迄时主也知，其实因遮个门徒心内的烦恼。心内会惊吓，所以伊阁甲因讲，伊讲伊会求上帝将圣神赐落来，即个圣神呢，阁会将一切来教示即个温度。我参照二十一章的二五十嘛，安尼讲，讲耶稣所行要济济，若是一项一项来甲写落来，想要在讲我拍算所记的写伫世间写袂了。就是讲，耶稣甲因斗阵的时阵，耶稣有随时甲因教示，有甲因指导。总是耶稣离开的时阵，还阁有足侪足侪代志，虽然无写伫个约翰福音书内底，也毋过圣神，就是耶稣请上帝差遣落来圣神，会继续甲因伫地，会继续甲因教示，会继续伫遐来帮助伊。虽然讲主无伫因的身躯边，也毋过也是因为圣神。予因伫遐继续学习主的脚步，主会通过圣神来甲因做伙。到二十七节的时阵，安尼讲，佫讲讲，我用平安留咧予恁，我将我的平安赏赐恁。我咧予恁的，毋是亲像世间人予人的迄款。恁的心无伫背叛，无伫惊吓。恁已经听见我有甲恁讲，我。去，过来，就跟你。恁若听我，就因为我归伫爸，恁会欢喜，因为爸比我较大。耶稣讲，我将平安留予恁，阁将平安赏赐予恁。咱来看，伫个十四章十八节嘛安尼讲，讲我无要甲恁放咧，予恁做无爸的囝，我来就要就跟你。华语安尼讲，讲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耶稣讲伊离开，毋过未予遮个下门徒做无爸的孤儿，因为伊要过来，伊会过来，要来做因的瓦壳。我留予恁平安，这个平安毋是世间人迄款的平安。我想世间人的平安，甲耶稣留予咱的平安有啥物无共款？世间人用上帝听。来对家己的子女、对家己的亲人，迄款的疼的时阵，会予因感觉到平安，感觉无共款。我记得细汉的时阵，有阵啊爸爸妈妈因有代志出去，因会留一挂点心放伫个桌顶，所以咱若转去厝的时阵，啊看到桌顶有物啊通食，啊就真欢喜，就坐咧开始伫遐食。因为迄大人无伫厝，啊但有物啊伫遐，表示讲爸爸妈妈有甲咱看，有甲咱顾。等咱若食了的时阵，咱腹肚袂枵，迄个时阵咱就会安心。也是讲有诶翁仔某中，因会留一条，讲伊翁有代志出去，也是某有代志出去，也是无啥物代志诶时阵，伊会留一个字条，放咧因翁，也是因某看会到诶所在，互伊伫遐知影讲伊是去倒位，也是互伊知影讲伊当时会转来。甚至爸母伊会伫个囡仔出去外口诶时阵，随时伫遐关心伊诶钱有够用无。这时来底下寄钱给伊，因为爸母知影，人是英雄，钱是胆；人是英雄，钱是胆。当人伫外口时阵，伊伫过外时阵，若是身躯边有够个钱的时阵，伊就勇敢，伊就迄个平安来去面对所有要得到的挑战。不过主耶稣给咱的，是毋是因为这款的疼所看到的？我要有甲想，若是囡仔转去食点心食了。伊若等久的时阵，爸爸妈妈也袂转来，伊的心慢慢啊，嘛会惊。
阿公阿母互相在留字条的时阵，阿公阿母在想，安奈遮久还袂转来，安奈拢无甲我敲一下电话还是啥？伊就开始想，阮翁是毋是去作怪？爸母六囝子互囡仔时阵，阿囡仔其实伊也真烦恼，即个钱一时啊久就用了的时阵，当时阁寄来，我当时阁有当有钱，即嘛是无平安。当然，若是讲到政治、经济，即个方面所予咱的保证，也是遐个甲咱讲的前途，也是讲外口啥物前景，其实即拢毋是耶稣直接甲咱讲的平安。主讲我用平安留予你，主留予咱的平安是有喜乐、毋妄望的迄款的平安。亲像十四章的二八节讲，我去，就是主耶稣讲去爸遐，要阁来就近恁。耶稣讲，伊去爸遐，伊会阁来。所以恁若是听我，恁会因为我是去上帝遐，所以恁会安心，恁会有喜乐。去迄个所在，是因为爸比我较大，所以恁会平安，毋免烦恼。又阁甲咱讲，因为伊会阁来，亲像咱讲知影爸爸母会阁来同款。爸囡仔伫厝诶食饼诶时阵，爸母会阁来。咱也知影，亲像一个囡仔，恁若甲拄啊送去幼稚园诶时阵，你甲为伊从即位你诶手抱互迄个做迄个幼稚园诶老师诶时阵，迄囡仔伫遐哭。不过你若是甲伊讲，我几点来接你？一届、两届、三届了后，伊慢慢啊习惯，伊就开始安心伫个遐，因为知影伊个爸母会过来看伊。同款，咱人若伫大院个时阵，若咱信任个亲戚朋友来伫咱遮面头前，咱知影伊会走，不过伊甲咱讲，我当时过来。这个时阵，咱伫大院个时阵，咱个心啊，悠然会真安心，毋忙甲平安是真大个。所以主讲，伊去是咱死，伊去伊所去的所在，就是咱生命迄个源头，上帝遐。啊，这也是咱上大愿望的所在，也是咱会使真正放心、有平安的所在。所以十六章的二十二节来讲，讲亲像安尼，你现今也有忧闷，总是我要阁见着恁，就恁的心要欢喜，阁恁的欢喜，无人通甲恁抢去。虽然主伊要离开门徒，甲离开世间人去上帝遐，伊阁讲一件代志，予人对这个平安有确信。耶稣伫二十九节安尼讲，讲这个事还未成，我已经甲恁讲，予恁伫事成时阵通来信。以后我无阁甲恁加讲话，因为世间的人人群要来，伊伫我无所有。伊伫我无所有，就是讲，即个世间无一项物啊会赢过伊。世间的迄个关系甲势力，无一项会当赢过伊。伊讲伊甲学生预言讲，伊要受难，所以伊要离开人。不过伊离开人的时阵，伊安那讲？伊讲，即个权利，世间的权利无一项赢过伊，是因为讲伊受难，是因为世间的权利。总是三十一节，伊讲多多，伊要让世间人知影伊听上帝，也要照爸给伊的命令所做。所以，即句话，伊安尼讲的时阵，特别二十九节，予我真大的感动。因为十四章二十九节是个真有气力的话，因为对伫将来的代志，咱世间人，无论是咱台湾人，还是外国人，世间人对将来的代志呢，有阵啊拢真毋茫去了解。去较先看到，所以有人就用算命的方法，无管啥物款的算命方法，目的就是要知影讲，我到时会安怎，我到时有啥物结果。世间人对还未来的代志有即款的好奇，当因找这算命的方法的时阵，因到迄个时阵，伊所指意的，只不过是讲，我迄当阵去算的这个结果是正确的。也是无正确的，甲我算的是有准，也是无准。无管你当阵签诗，也是纸牌安怎甲咱讲，因为伊心内到迄时阵已经暗算好啊，讲若是有准，我着安怎，我着会使安怎。若是无准的时阵，我着要安怎，我着要去安怎。结果耶稣讲的时阵，毋是安尼。耶稣讲，我先甲恁讲，就是要伫恁还伫地时阵。我耶稣甲因讲，就是恁伫到迄个时阵的时阵，恁就会确信。
这句话真正有真大开了在我的心中，因为这个感觉的物件，我感觉到这句话伊的开了，唔是干那你甲我讲一个消息，而是你甲我讲预告哪一个所在发生一件代志尔。这也是一个宣告，这个宣告是对生命的总拳头，咱的主上帝遐来的。这个话甲咱讲的时阵，就是讲这个代志的确要成。所以十二章三十三节，安尼讲讲，伊讲这个话的时阵，就是指明伊要用什么款的方法来死。当主耶稣伊伫遐诞生，伫个代志还未发生的时阵，伊就先甲人表明讲伊会受难，也毋过伊会留平安予咱。当然，咱也是常常听到这句话的时阵，咱的心肝真不安。讲伊会去受难，耶稣因为人的关系去受难，还佫会予平安佫留予咱。除非伊有真大真大的想袂透的物仔伫遐内底，啊无可能用咱的想法来伫遐合理来伫遐想。因为讲伊用受难要换做人的平安，佮换做人的好康。十四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也表明主的受难虽然是通过世间的困难，总是毋是因为这个困难是予耶稣受难，乃是上帝安排。十六章四十到七十嘛，安尼佫清清楚楚甲咱讲，讲独独我有甲恁讲，是予恁到时通会记得我捌甲恁讲。我对起头无甲恁讲遮个，啊袂起头先无甲恁讲，是因为我甲恁伫地。当耶稣伊要归伫迄个车椅的遐个所在时阵，伊恁中间无人问我讲，讲你要去倒位？敢若为着我，敢若甲恁讲，我要去爬遐尔，恁都已经满心的油门啊！若是我从实情阁甲恁讲的时阵，我去是为着恁的利益。我若无去的时阵，报废书就无来就管理。若是我有去上帝遐，伊就会找这报废书来伫恁遮。所以耶稣讲，伊去为着咱的好处，咱的好康，就是报废书有当落来咱遮。所以上帝咧做的代志，咱人实在是无办法去测度。上帝通过这款的方法，除去人对世间的惊吓甲逼迫，佮予人会使得到平安。这个其中只有确确实实相信耶稣是上帝子的人，才有办法去体会。若无办法体会，是安怎耶稣去上帝遐受难去遐以后，咱佫会使得到平安？若是无信耶稣是上帝子的人，要哪会当体会这件代志？因为主伫遐咧讲，讲伊安尼行，伊安尼受难，是照上帝的旨意，是要甲世间的人讲，讲伊真正疼天父。当伊遮讲了的时阵，伊就叫门徒讲行，咱来去。当我咧回想我伫遐四旧的日子，第一段日子的时阵，我认真拍拼，我对一个作业员，伫咧电脑公司的作业员。慢慢啊，拍拼做甲变做经理，伫遐温群做工，搁伫遐利用暗时的时间去学去学习新的课程，学管理，学新的电脑的语言。我学英语，啊嘛去观察社会，甚至参加因遐社会活动中有一个叫做选举。所以当初甲迄个格雷罢免的时阵，我选做阿诺斯瓦辛格做州长，伊中有一票是我投。我伫遮认真参与遮规个社会。在那裡學習，我也得到成就，甚至買了在那裡還可以當買一間小小間的家。要不過在那段日子裡面，讓我最懷念的是那段我跟教會的同工，每禮拜的拜六晚上吃飽就要趕去搬東西，回到家的時候，每禮拜早上就要先起來去到那裡去搬東西，去那裡設整個那個做禮拜大家需要的東西，是在那個段时间内底，逐礼拜除了回去洛杉矶看爸母以外，拢甲因聚会，啊去小组去甲因聚会，伫遐三角来互相关心，一直到找到新的教会为止。这段日子，真都是我伫遐上界怀念的。是安怎？我以前我嘛讲袂出原因来，总是我敢若知影，伫我心内有一个溃烂，迄个溃烂伫咧引传我。每礼拜、拜六、礼拜，拢都爱去做这个代志。其实我会使免去搬，因为参加这个小组是自愿性的。你家己欢喜，你就来；你若无欢喜，你唔免来。你嘛会使随时要退出，时间到再来去坐遐做礼拜，看人唱歌，
啊，看听牧师讲道，啊，收圣餐，啊，奉献好，转去。总是伫迄个时阵，这个教会是一个无礼拜堂的教会，这个人因的组织是一个无礼拜六堂的组织，所以渐渐都看到人失踪去，无去看到因啊。当阮在关心的时阵，阮只有讲一句话：啊，因为伊有别个使命，所以伊去别间教会底下服侍上帝。虽然我有感觉一个出力底下咧教我引带，同时我嘛唔知影将来要安怎。我也真感谢上帝。伫即届我读这段圣经节的时阵，我都会使真大声地确信，亲像十四章二十六节讲，那是保惠师，就是圣神。爸伫我的名所请的，伊要将一切事教示恁，搁要予恁记得我一切所甲恁讲的。弟兄弟姊妹，咱顶礼拜有讲到，即马是咱大抗节的节期，所以咱的教会甲信徒也应该伫即个时阵深深伫遐思考耶稣伊搁来临的目的，甲伊一生伫所行所做的教示，咱应该伫遐来用悔改的心反省咱家己。咱家己的信心是毋是有合伫主的旨意？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大抗节这段时间也是咱会使过来灵修、忏悔、伫遐坦台、甲预备的节期。一方面来悔改、来反省；一方面来定心，伫遐，互咱的灵命得到新的生命。对这段圣经，咱过使一摆来确信，主伊的确要过来。也伫这段时间的中，唔通因为主耶稣无伫地面上，就弃杀咱家己，就弃杀咱应该做的代志。因为主有差保惠师来甲咱三脚伫地，主也将平安留予咱。愿主的平安甲咱兄弟姊妹大家三脚伫地，请咱做伙来祈祷。听堂，我的天父上帝，我真感谢你。在台港节的时阵，你阁一届予阮来思考，你找主耶稣来到世间，来伫遮受难，拢是为着阮。当伊要离开这个世间的时阵，要去你遐的时阵，你阁予伊有信心来到阮中间。你的听遮尼大，阮真正毋知要安怎，只有恳求你赦免阮的罪，啊，恳求你继续保守阮，予平安永远伫阮的心内。安尼祈祷恳求，拢是用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